好，欢迎收看《想世界》，我是黄慧玲。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开心的音乐是宿命的作品，活动是每三年巡回一次举办的阿密斯音乐节。阿密斯就是阿美族的意思。今年宿命要跟来自冲绳的乐团叫做 Kachimba 一起登上国家音乐厅。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宿命来上节目，听听看都兰加上冲绳到底要怎么唱。宿命你好 ，Hello 慧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宿命。宿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真的太开心了，那是我们每三年一次的阿密斯音乐节。哎、欸，我刚刚不小心瞄到那个演出团体的名字也还蛮有趣的，那个是妇女时代。妇女时代，人家有少女时代，我们有部落，有部落妇女时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2014年办的一些，2013年办的，2013年办的，然后2014年去年也有办，对，然后我觉得是每2年，然后休息一年这样的循环，对，让部落有办法去累积自己的文化的东西的能量，然后再、在每一次的表演上面给大家惊喜。对，所以我们看到阿密斯音乐节举办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问署命很妙，署命你们在哪里办？都兰小巨蛋台上演出的音乐家有谁呢？部落妇女、阿公阿嬷，还有我们部落的年轻人、部落青年，还有部落小朋友，这样还有少女时代、我们也有少女啦，对的，真的少女时代，真的少女啦，对，真正部落里面的少女，对，他们很凶狠，在母系社会都很凶，小心一点哦、喔。署命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要认真的来推广原住民的音乐呢？其实从我一开始唱歌，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件事情，但那时候我还是很朦胧，就是我不知道我要追寻什么这样。然后等到自己开始很认真在做创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家乡一直会让人家好奇，可是我的歌里面好像没有讲到这件事，所以我决定开始回去我的部落，我住都兰，就是那个都兰国小书吧，那个都兰。所以你小时候念都兰国小吗？我的书包还在，应该很值钱啊。对啊，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老人家说，小朋友不能背卡通书包，卡通书包外面背那种米老鼠、后面背的那种卡通书包，这样会不认真上课，所以我们那边的老人家觉得小朋友背就要背学校的都兰国小书包，很认真的那种都兰国小书包。所以那边的老人家有远见，对，老人家有远见，这样才会认真上课。好像也没有呢，就后来都还是跑去做啊，练棒球、唱歌。这样我自己是唱歌，部落其他年轻人有的是练运动的。但也因为回去开始接触自己的，回到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圈，因为我一直到高中才离开部落，对，然后就觉得以前不觉得有什么的，突然觉得这些事情都很棒，很珍贵，对，所以才开始再把自己的家乡放到我的，变成我的创作的题目放在里面，包括我的母语或者是我的中文作品都有。好，其实阿密斯音乐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团体，不是妇女时代，也不是少女时代，也不是部落青年。阿密斯音乐节里面也有阿公阿嬷唱歌，对，阿公阿嬷，他们唱什么？他们唱传统歌，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唱传统歌，就是我觉得传统的歌老人家唱最有韵味，什么犁田歌，你要真的犁过田，犁了20年30年之后，你唱那个犁田歌，你才有那个说服力，你的生命经验是有这个歌在你的生活中，对，是我觉得是我们年轻人唱犁田歌，你有哪个犁过犁过犁犁几年了，要老人家犁了30年的，所以那种是让人家会非常动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犁田歌，真正的人在唱的生活的。可是我觉得阿公阿嬷不止这样。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看到我们年轻人有在玩团乐团啊，他们说他们也要玩呀、然后想说，阿公，真的假的？你要打爵士鼓，弹贝斯，弹电吉他。他说真的吗？他们只是想。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样的刺激，其实也让我觉得说，好像也要让阿公试试看，要不然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年轻人在干嘛。结果真的有事吗？他们真的练哦、教他们哦，就是他们都最年轻的72岁啊，最老的91岁。然后教他们弹贝斯，弹电吉他。阿公说：“哦，那么大声、啊。”然后爵士鼓也是很大的。然后可一开始他们都当作那种团康游戏的那种老人团康，有没有？人家老人团康都在做劳作，他们老人团康在玩团。然后
二十几个人，他们轮着练。我说这样不能，一定要固定谁是主唱，谁是贝斯手。对对对。所以他们说这样不公平，每个人都要打。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后来这个团慢慢成型，他们练了9个月。哦。然后。所以后来真的有登台去演出。对，就演这么一首。对，那首是什么？九个月就演这么一首，是一首他们的传统歌，他们给他改成，可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我觉得老人家告诉我的讯息里面，他们很乐意这样活在当下，嗯，他们知道时代不一样，嗯，可是他们觉得要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他们也有可以有的样子，对，就是哦，还有一个就是卡钦巴，嗯，对，就是我今年有特别邀请卡钦巴，他们是一个冲绳的拉丁团。嗯，然后唱拉丁音乐的拉丁日本人，日本人冲绳人，他们喜欢讲他们是冲绳人，哦，是冲绳人，对。然后他们每3年都会去一趟古巴，就会去学那边的拉丁的音乐。对。然后他们这几年开始结合他们自己冲绳的民谣，来表演。嗯。当我出第一张专辑，那时候我专辑是唱母语创作，可是结合电子音乐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酷炫。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冲绳音乐怎么可以跟拉丁音乐结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他们可能也觉得你很不可思议。原住民音乐怎么结合跟现在的？对对，跟电音结合在一起。对，所以大家就在好奇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认识了。嗯，然后那时候3年前也仅此一认识，所以一直到后来才继续联络之后，觉得他们很想要跟我。做原住民的音乐，因为他们冲绳人好像也就是日本的原住民的那种感觉，是，所以那时候有没有想那么多？想说很难吧，拉丁这么快，怎么可能合得起来？对，可是一试了才知道很好玩，然后就觉得里面很多气味很契合的东西。你说拉丁音乐跟原住民音乐很契合的，嗯，因为拉丁古巴的拉丁音乐，他们的音乐是为了要跳舞啊。嗯，就是大家看到那种烧杀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其实阿美族的唱歌的逻辑，在音乐的逻辑里面，也是为了要跳舞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为了有舞有音乐，有音乐有舞的那种概念。嗯，然后这两个东西就合在一起，就觉得好好搭，怎么会这么刚刚好，嘟嘟好。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拉丁乐跟阿美族音乐，或者是冲绳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气味。嗯，我们都是海岛，嗯，都是海边，嗯，我觉得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顺遂，所以那个苦味，好像成为那种音乐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好，淑命今天来现场，要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阿美族的民谣，这首歌叫《海边捡贝壳》。なるはないやないよいやおほほいやんふわいやんいやなやおいえやんほいやないやおはいやんおはいやないえやないよいほいやほいやないやおはいやんほいやんほいやないえやんほいやないよいんほあいやないえやないよいんほいやんふふふふ谢谢淑命。淑命这首歌即将会有新的样子，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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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听说你最近很努力在练团。对，最近都很努力练团啊！我的朋友都问说：“淑命，你去哪里练团？”我去冲绳练团，去冲绳。这样听起来还蛮威风的。对啊，出国练团的好酷哦！我第一次出国练。去冲绳做什么呢？去跟卡钦巴一起练团，然后他们都住在冲绳。嗯。啊，这首歌其实是因为他们聊天的时候有聊到的。嗯。他们也有一个海边捡贝壳的歌。哦，真的吗？真的，一样，就是一样的意思。意思是一样。对，他们也是，對對對，他们是捡贝壳，然后贝壳，他说贝那个贝壳是一种有毒的
贝壳，那贝壳长得很像女生的私密处、oh. 然后他说对于女生要 又近又爱这样子、oh. 就是他有那个他有一个隐喻在里面，是是是，海边捡贝壳，然后想说海边捡贝壳我们也有，但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很简单，我们只是要吃东西，是真的要捡贝壳，是捡海产啊，捡就是海上贝类的歌，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就聊到说在做拉丁音乐上面怎么做这件事情、嗯、我说这首歌其实是有舞蹈的啊、哦，你们原先唱在部落里面唱这个歌就是要跳舞的，对，要跳舞的，有，我刚刚觉得我的脚痒痒的很想跳，也因为这样聊一聊就觉得好像拉丁音乐在某种程度上跟阿美族的音乐有这样的相似性。嗯，好，可是我们刚刚听到你的海边捡贝壳是这样唱，但是去了冲绳之后他会开始用不一样的方式唱、嗯、你们团练的时候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因为我刚刚其实我刚刚一直问署命说那到底会长成怎样新的但你就说很疯狂很疯狂很难以形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想要给你看那个录影的侧拍画面什么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 拉丁音乐，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 我觉得拉丁音乐跟阿美族音乐或者是冲绳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气味。嗯，我们都是海岛，嗯，都是海边，嗯，我觉得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顺遂，所以那个苦味好像成为那种音乐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嗯，拉丁音乐里面很多小调可是听起来是快乐阿美族甚至 Okinawa 也有某种程度的歌有一点点小调可是听起来是快乐，他在那个苦里面得到一种释放，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成那个样子。嗯，对我来讲那件事情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找我，对，然后他们因为已经常常去古巴，然后也做了很多古巴的音乐，然后这几年他们回过头、嗯、开始把古巴的拉丁音乐的方法去融合冲绳的一些民谣、嗯嗯、他们有察觉到这件事情，然后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嗯、我自己突然觉得好感动。 对， 对，生活中的确是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嗯，那是生活的一种苦，可是这个苦你不能不去面对啊，对，所以它是一种养分，所以在那音乐里面得到一种释放。好，你讲到在音乐中得到一种释放，其实你刚刚说原住民的音乐很多也是唱的要来跳的、嗯、古巴音乐也是有这种成分，对，所以这首歌变成拉丁乐的时候，你在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跟在台湾排练应该很不一样，心里面的感觉、嗯、这首歌我倒还没有在台湾发表过。 对， 对，谢谢国家音乐厅让我发表对，然后所以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加了很多拉丁的元素在里面、嗯、包括 percussion、嗯、管乐、嗯、还有 bass， 还有他用一个四条弦的吉他取代了钢琴啊，所以那个声音很那样的编曲结构很酷。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想象一下署命旁边有很多其他的拉丁乐手，然后有各种的拉丁乐器，然后他们在一边唱一边弹的时候对就是他们应该练团的时候都扭来扭去，鼓手可能没办法，或者是贝斯手，因为他们要这样嘛。對對對，他吉他手是比较夸张，因为他只要弹吉他，然后他脚步，他上半身是弹吉他很正常的，可是你要看他的下半，他在扭来扭去，他下半部跟上半是可以拆开的分离的。因为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听拉丁音乐的听众群了，嗯，就是我第一次在那边跟他们去看他们现场表演的时候，嗯、我也强就是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是要跳舞。就是，而且他们听他们唱歌的也都在跳舞啊，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如果在台上，我通常我的听众都是面对我嘛，对，那再怎么跳也是面对我这样，对，没有了，他们的听众是没有面对他的，继续跳他的那个骚洒，这样传来传去，我没有办法忍受观众背对我那边转圈圈跳骚洒，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经验，嗯，很特别，嗯，后来才理解，原来听这样的。会听古巴音乐的人通常都会起来跳舞。嗯嗯，他们有教你那个舞步大概是什么有、啊、道理吗、嗯？很不一样，很啊，要你来。那脚步有一些复杂，而且最好玩的地方啊，我跟他们练好了才发现，他们有一些 很特殊的过门，然后好像都有一个术语，反正他们会眼神一瞄，或者这个时候就会放进去那个过门，那个感觉好像就是
他只要过门啊，所有的 dancer 好像按到一个按钮会自动转圈呢，就是会就是这样给人家转圈，是是，然后他们呜，好像完成一件，大家一起完成一个过门的那个默契，然后大家会很开心这样。对，所以署命你到时候在国家音乐厅也是，他一个过门，然后你就转圈。没有，不会啊，我觉得那个很不一样。当然，国家音乐厅是一种挑战，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听觉习惯。嗯我自己也没有，而且你要想象，像拉丁音乐、阿美族音乐，还有冲绳音乐，要全部合在里面哦。对。我一开始会觉得合得起来吗？啊，真的就合起来。很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拉丁音乐跟冲绳音乐结合原住民的音乐，到底你们怎么做到的？就你们团练要怎么练啊？你们讲英文？我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也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的谱跟我看不懂。哦、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谱这样。对，我说看谱有没有用？看过去好了，音乐比较重要。嗯，然后就。他们有先听过我原来的版本的音乐、然后他们当然和弦的做法可能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可以是去克服的、但是重点是那个节奏形态在编曲上面跟唱的这件事情才是最大的挑战、这两个东西唱跟伴奏乐器要合在一起这啊冲绳歌本来就有点慢了、没有那么快这样、可是他们也有一些快歌呀咿呀撒撒哈咿呀你就会听到哇、wow, 然后可是背景是拉丁音乐然后咿呀撒撒这样合在里面哦、喔、真的是合在里面然后他们一样跳舞他们跳舞就这样子了冲绳的舞蹈可能男生是这样 对男生是这样女生是在开掌这样 对然后你会看到他们也可以跳耶、拉丁的然后咿呀撒撒然后在某种段落里面我还要唱那个原住民的吟唱就合在里面去很刺激每天都很期待其实他每一天都有编新的歌儿歌的动作很可爱、就是类似这样子有一些儿歌的动作很可爱可是是用拉丁节奏哦啊署命你到时候在舞台上也会这样吗我是尽量欸感觉上你这次去冲绳团练收获很多很刺激每天都很期待其实他每一天都有编新的歌对所以你也要唱冲绳的歌吗都要挑战两首而且他里面还有那个冲绳的除了日语还有冲绳的方言哎、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我已经很不懂日文了还有冲绳的方言所以你背好了吗背好了但是要练习要多练习对所以还要再出国练团还要再出国练对啊这两首歌有什么特别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第一首是冲绳的儿歌对我觉得他们这个儿歌是他们在那边耳熟能详的然后有一些儿歌的动作很可爱就是类似这样子有一些儿歌的动作很可爱可是是用拉丁节奏哦啊署命你到时候在舞台上也会这样吗我是尽量那如果做了大家一定要陪我拜托要不然我会很尴尬好好好我们一定陪你然后但是我相信那个音乐拉丁音乐的渲染力一定会让大家马上就想要动起来对然后这是一首儿歌这样冲绳儿歌冲绳的儿歌另外一首就是日本版本的海边姐妹歌其实他们有一首那样的民谣是在他们的歌里面我们也会唱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有难度对今天就不表演大家等我们要留一点你要买票进去两厅院看两厅院看很期待很期待啊署命你最近真的做很多事哎但我觉得这次去冲绳真的收获蛮多的因为我一开始对节奏不是很敏锐我之前做也顶多是电音的节奏也很简单懂吃懂吃或者是弦乐团根本没有节奏但这是在节奏上面我真的分享到了很多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原来有时候有歌就有舞有舞就有歌对身体跟音乐同时在里面得到释放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对但是署命原本你们阿美族的音乐就是拿来跳舞的对所以你在部落里面唱歌都不跳舞吗？
我都觉得你们应该天生就有那种韵律感。对，会唱会跳，对，会跳，但是就简单的，嗯、没有那么复杂，没有像他们扭的那么严重，就没有那么严，就是啊扭来扭去，我们也会扭啦，但是那个扭的韵律感是不一样的。嗯，但对我来讲，其实部落里面那是一个文化的内涵的养成。嗯，所以。我只是我在台上因为要唱歌，所以我平常不是怎么表现的。以后要走动感歌手路线吗？我想一想，考虑一下。楚命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新的计划就是很期待这次3月20号、21号在国家音乐厅的跟卡钦巴的一起的合作。对，然后今年也会有一些在部落里面办的事情会持续下去，像部落小旅行。嗯，就或者是海边的孩子演唱会，就是每年办海边的孩子演唱会，会把海边孩子演唱会的收入当作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的经费，对，基金，然后当然就是这群孩子们很重要，嗯，然后到丰年祭的时候，他们会，我觉得会更乐意投入那样的文化氛围跟文化的事物上，好。其实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说署命都来了，我好想要再听署命唱一首歌，可以吗？真的吗？安可曲吗？对，安可曲，一定要安可的、啊。哇，安可，安可呢？我就唱刚刚阿米斯音乐节的主题曲好了。好，那首歌叫做《我们的约定》。有时在甲我怒骂，甲伊伫来闹，我煞怒气啊！每次恁独孤也凄凉，伊人后有顺利，努达无离下转啊！伊输咪打目，马哈拉等啊古技术，阿加的我冷酷呀，卡莎舍得努个啥？输啊努咪达，哪有能古敌人艺术？达拉恩高档啊，啥伊比？不敢啊，哭阿鲁米啊，马拉兹在都哭吉达，啊好伊啊，哦伊啊，乌啊伊啊那伊耶啊伊耶啊，啊好伊啊，哦伊啊乌啊伊啊那伊耶啊伊耶啊伊耶。演唱会成功，谢谢。